哦，天哪，好热啊！大家好，我是土豆，我现在来到南港车站这里。今天我们将要一起出发，出去走走。那等一下我们就去坐高铁前往我们的下个目的地吧 ，Go！我们现在已经进到高铁站里面了。今天为什么突然会想来这段旅行，是因为最近我看到有观众留言在底下给我说，他们想要看我去挑战一间大胃王的店。为了各位，我一定给你挑战下去的，好不好？那等一下我们就准备上车咯， Go！刚刚稍早，我在南港站买了洪家所做的三明治，因为我非常怀念台中一间很有名的三明治。对，是说各位，我现在坐车厢，整个车厢只有我一个人而已，所以请不要担心说防疫，或者说会传染的问题。哦，它长得跟台中的知名，哦，它的味道也几乎一模一样哎。它的吐司是使用牛奶吐司搭配美乃滋，然后中间的夹心是有一片咸起司跟两个蛋皮。整体吃起来，它的美乃滋会让你嘴巴有种滑嫩的香气。哇，这跟我在台中吃到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，好怀念哦。那等一下我们吃完这个三明治就准备休息到我们的目的地吧。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台南站了，那等一下我们就去租车前往下个目的地吧 Go！ 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土豆，我现在来到奇美博物馆附近的一条排水沟。各位，我们说要钓鱼就说走就走，没客气了。今天钓组是使用 VIP，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，说这边的鱼到底咬不咬吧。来吧，吹落去。哦哦哦，哦，这怎么回事？我才电话去就咬了呢。咦，奇怪了，明明这边的海莲咬口率这么好，结果都没有办法着钩。不然我们再换个饵看看好了。哎，OK 啦，现在我们换了这个摇滚小胖，小胖一出，有哪条鱼不咬的嘞？是不是？我们来试试看，说到底能不能钓到鱼吧。如果真的钓不到鱼的话，我们就前往下个目的地了。哎，哎呦，中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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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哦哦！
中了哦，对啊哦，哎呀，孩子，对啊哦，终于中到一只了哦，啊哈，耶、yes！给各位看一下海莲呢，我们第一次把海莲钓起来，碎了，新邮票。哎，啊对了，等一下我们就准备前往下个目的地吗？OK 啦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回到今天下榻的饭店了吼。不知道比较早期的观众有没有发现，我们今天住的地方跟我们第一次来台南游的那一次，啊、哦，完全住同间饭店啊。在今天住宿价格部分，今天住一晚要899元。还记得上次来台南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台湾的一月，天气非常寒冷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又一头栽进了路亚的这个世界，但没有想到说要用路亚假饵钓到鱼，我觉得有那么一点困难呢。但我们今天不一样的地方是，终于钓到一只台南的路亚野场鱼了。那各位，我先准备休息一下，我们晚点再前往下个目的地吧。啊！大家好，我是土豆，我现在来到台南花园夜市附近的钓虾场，花园钓虾场。这家钓虾场它在台南非常的有名，是因为它这间钓虾场它是便宜的钓虾费用，然后它的场所里面又有冷气，哇，这也太棒了吧。那等一下我是预计要钓2个小时的虾，只是不知道等一下钓况会是如何呢，因为它的收费是如此的便宜吗？好了，那等一下我们就准备进去开单做钓咯， Go！现在我已经到虾场里面了吼，我刚刚有去看花园钓虾场的价目表，他们这边第一个小时钓虾只要150元，第二个小时开始全都是每小时100元直走。哇，那今天的钓饵我是使用豆饵三代，然后钓组是使用天平钓组哦。等一下我量完水深就准备开单做钓咯。OK 啊，各位，我已经开好单了吼。他这边是钓完虾再来算钱就好了。那我们去做钓吧。嗯，来吧。是说各位啊，我发现他的池子里面有满满的孔雀鱼。这个是店家他们自己放的吗？里面最多不是虾子，是鱼啊。哦，好像有号咯，那感觉这个号不太像是虾子的号耶。
这什么号哦？哎，没东西。哎，浮标层哦。那我们开箱看看，说到底有没有虾吧。哎，有。哎，就他正吃豆耳三代。我怎么看这个讯号都有点像是大肚鱼在咬的讯号，不然我们开箱看看说到底是什么吧。有哎，哎，就是虾子哎。我误会你了，对不起。OK 啊，成了，我们就准备开箱吧。来吧，还有一只。三、二、一，呜、有，安安，呜、哦，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体型 OK， 给你们看一下。以150元的钓虾场来说，它放这种体型虾，我觉得很 OK。因为只是勾到我虾子哦，难怪我想说怎么浮标有讯号了，一直都不成呢。OK 啊，各位，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，等一下我准备去销单算虾量喽。那我们来算一下，今天钓2个小时有几只虾吧。是说这个虾场它并没有铺桶子啊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像往常这样的算虾量。那我们来算一下钓2个小时有几只虾吧。来，一、二。那我们来量一下有多重吧。台金版的手秤已经归零了哦。咦，我们这样子有1斤哎！刚刚好心的大哥他送了我们这几只虾啦。那等一下我们把虾子料理料理带回去吃吧。哇，没有想到忙一忙已经快要凌晨4点了，结果现在宵夜还在这里，我们还没有睡觉。不过跟各位说一下啦，刚刚我在虾场，我有遇到一些新手不太会钓虾，我就把我烤好的虾分了10只给他们吃了。还有今天我买了比较不一样的啤酒，哇，台虎皮拿可乐达。敬你们！
比他原本那款9.99的好喝很多呢。烤虾我自己只有留了8只吃一吃，但是说花园钓虾场，它只有附酱油，没有瓦萨比，这是让我觉得比较有遗憾的地方呢。因为吃烤虾怎么可能不沾瓦萨比酱油呢？还是你们是什么都不沾，还是只沾酱油的那一派呢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你是属于哪一派的。好吃，哇！这只剥的有点丑啊，给各位看一下虾肉，好吧，泰国虾终究是泰国虾啦。它除了虾头之外，它的虾肉就。这么习以为常的美味了啦，这只虾子就来沾酱油吃吧。哦，哇，它的这个酱油搭配这个虾子。它让虾肉的味道完完整整的融入到酱油里面。今天用250元钓2个小时，有这些虾，哦，太划算了！我超爱台南的。OK 啦，我们的宵夜已经吃完了，那等一下我要准备去休息咯，我们下个影片见咯，拜拜。